我又来打卡了。果冻啊，你们就是想要下的话啊，饮食一定要注意啊。还有你们收到货不要着急啊，前四天是晚上睡觉前喝，第五天开始中午喝一条，晚上睡觉前喝一条。如果后期你们吸收啥的哦，还是不是特别好的话，你们随时来找我哦，也可以加量的，知道吧？现在果冻还是79.9块发酒喝的哦。吃完你们记得多喝水啊，加快新陈代谢，然后加快肠蠕动。我今天早上就吃这些，吃完了就要去医院了。